为什么会自带滤镜啊？我是干嘛？他的权力很大，但是他的世界却非常小。他的人生几乎都被工作给填满了。虽然他没有说，但是我知道他很不快乐。执行长，吃早餐了吗？空腹喝咖啡很伤胃哦，不能只顾工作不顾身体，这样子不 OK。给你吧，执行长，你不是只喝黑咖啡半糖吗？不然，要一半。好啊，一人一半，感情才不会。啊，执行长，你先用好了。他们在干嘛？